不应该用钱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爱不爱国。所以我就讲说 ，Don't use money to measure my patriotism。我相信我在公共事务跟我其他在业界所关心的，不管是弱势团体，或是说退休金、人民的财务保障等等的，我对台湾的一些关切的议题都是不改变的。你知道主席常常会失言嘛，所以你们也不要，因为知道说打完工外。闽南话比中文讲的较好，所以你们不用再挖这种洞给我跳。我想我是 focus on 政见，然后我想要看到台湾的改变。啊，只管敏感，你就问伊老婆啊，是问伊边爱的人较好。OK， 就把先把游戏规则先讲好。OK， thanks guys， 谢谢你们。